好像也是不合作。写完的，请你就是写剧本，剧本怎么了？没有，只有这几个人没有这一期，只有这几个人没有这一期，其他的没有收，只有宜兴这一组有收给我而已，其他两组没收给我。现在我不收了，我现在写剧本。然后宜兴这一组有没有人能交？都交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哦。
你结果答案写错，我只会扣你一分。了解在讲什么？好，所以我希望你们把这个算法写下来。好，再来，你没有写的，请补上去哦。来，第二小题，我只是让你猜，对不对？他说百分之多少？你像你考试分数都满分几分？满分一百分，对不对？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把谁看成一百分？全部是多少？不是七百二，所以他是把七百二十件，他把这七百二十件的垃圾全部收起来的垃圾看成是一百分，把它看成是一百分。他要问的是谁？吸管多少？三百二十四件，对不对？那你想一下，这是全部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么辛苦，我见习在哪里了？练习的是叫我把那个纸片能够直接，我会写在上面，只是习惯。然后呢，你猜猜看，那你觉得这里猜猜看，我就叫你猜嘛，对不对？那七百二十是一百分，你要拿到七百二十件，你才一百分。那你拿到的是三百二十件，你大概几分？四多五。你怎么猜我都会给你对，只要你的答案是这样，这样知道吗？这一个有到他的一半？没有。一半是多少？300又说它不到一半，对不对？只要你答案在一半以内，我就给你多一项。你自己会不会太夸张？什么叫做太夸张呢？我觉得如果你猜是在30以下，我就有点夸张，了解吗？40到50我都觉得还蛮正常的这样，因为它已经320是它很接近一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要猜的答案在40跟50之间，我都会说你对。所以这个就随便你猜这样，但是你要在40跟50之间。但是发现，如果我真的要算。第三小题，你会发现第三小题只要你写算式，我没有让你算哦。那你那个算式要怎么写呢？你是不是拿它去比它出来的？对不对？拿它比它嘛，所以我们就这样，很简单。你的算法第三小题答案就这样，拿它来比七百二，对不对？拿部分比全部。哎，是你部分比全部就代表比率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是要瓜分这一百分，所以它在对什么？它在乘以150。第三小题的答案就这样而已，我也没有要你算哦。第三小题答案就这样而已，这个很像是哦，就是你分财产的时候，你就是要按照这一个比率去分财产。那现在就是假设以后就是有人会留100万给你们家的兄弟姐妹的，爸爸妈妈就留100万要给你，那留100万给你，那你就是按照这个比率去分到财产，了解意思吗？所以你就会拿这个比率去乘你全部的财产。我问你哦，哎，我可以。324/12括号外面写个100%，可以，那是对的。其实你写324/720，然后算完之后呢，再乘100%，对我而言呢，它跟它是一样的，是一个是用分数的写法，一个是用公式的写法，有什么关系？好，那第四小题呢？第四小题呢？有些同学比较勤劳了，他就把答案算出来。但是其实我并没有他不是说要公布答案，没有第三小题没有呢。我说的是第四小题。那第四小题他就真的要你算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想一下哦，第四小题的话，他是因为他要画图嘛，对不对？他要把那些那五类的图画成一个圆，对不对？那一个圆有几度啊？360。对啊，一个圆是360度啊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全部是360度、哦。那这时候全部是360度的话，那如果用度数来看的话，那就要说对我而言，你这边的表格就是要换一下。其实我不用换，我要再加一个，我再加一个，我要画圆啊，所以我现在全部变成360度，对不对？刚刚是100嘛，那你就要分到这么多。那如果现在要画成角度呢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要分100分，那这个是要分360度，所以这个的算法跟它一模一样，所以要怎么写？324，对不对？你要去比全部，对不对？那比全部之后呢，是要用这个来分财产，对不对？了解吗？全部就这么多，所以第四小题的答案，你就这样子写，啊、我要求你要算出来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算出来，我才能够画在图形上，了解吗？所以360怎么样？要一个圈圈，哎，要一个小的圈圈，对不对？这个小的圈圈，其实计算过程也不会要求你。答案你要小心，答案就要有度，对不对？或什么计算过程我不会要求你，因为我担心你那个写的时候把它跟它混在一起，了解吗？那你要写就要小心，一防你把它当成3000位就麻烦，了解吗？好，所以你把这个算一算的时候，有人算出来了吗？这个多少？
一百块的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算很好，算很算，这个会很算。啊，三百六约二百六。对，因为这个跟这个可以约分，对不对？所以36跟72，如果你很厉害的，你就差两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直接，哎，他刚好就两倍呢，就把那个两倍写出来，对不对？两倍，那两倍之后呢，在320上还要再除以二，所以就变多少？162。然后第四小题就这样，了解吗？对我而言，你把这个写出来就只是九分了，这个答案算错误，只是扣一分，算懂吗？接下来呢，因为第五小题他就给你一个题，对不对？请你要画在这上面。那刚刚有同学这样子画，这里是162，你错在哪里？等一下，那个角哈、哦，角应该会有两个边吧，才会有角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在讲角落，对不对？一定会这样过去嘛，对不对？了解我在讲什么？就像那个桌角，你会说这个是桌角，一定是这边有两个边嘛。那所以，那看你的162指的到底是哪一个呢？那你的两个边在这里哦，那两个边在这里，这里有120就那么大吗？没有哎，所以它错在哪里？它错在哪里呀？它没有对边哦，角度标错。角度从哪里开的？圆圆的，你没有玩过扇子吗？扇子有吗？扇子算打开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有没有那种扇子一转就转360度的？有啊，好像有，对不对？有那种扇子可以转360度的。对，那行，那你变了，拿这个，就不好拿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你讲，有一种植物哦，大概两三扇子，你有没看过？有一种植物，鬼不食人花。有一种植物，它是人肉果子。它这边很像圆，这样，很像扇子打开。蒲公英是一颗球啊。那个兄弟他说蒲公英。蒲公英很漂亮，蒲公英是一颗球，然后它就是往外涌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就会是想看它是一颗球，然后它的每一根，鬼针草类似，它的那个每一根都是插在圆心上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可以啊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可以。它错在脚步是不是在这里转？在哪里转？中间。在中间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应该说，我从哪里开始转？从这里开始转，然后转120、160度，所以应该是从这里开始，对，因为你在这里，所以从这里开始转到这里，所以它应该是这样子转过来，对不对？所以重点在。从哪里转，对不对？从哪里转是重点。不然他162标对了，结果是错的。好，然后这一张你们稍微修正一下，我就收过来了。好吗？第三题就在这里啊，刚刚不是提过吗？好，第三题答案是45。如果你真的算出来的话呢，是45吗？对，你算吗？45，刚刚好吗？刚好整齐是45分。老师，我们这个是要开考。你们应该会在7月9号、10号。是吗？我也不太清楚哎。要看行事历。反正也快放假了，对不对？快放假，因为9年级要毕业了，毕业之后大概在1-2个礼拜，在2-3个礼拜。因为我记得是7月15，好像是7月15就开始。7月14休业式，那7月份还有2个礼拜嘛，对不对？然后，但是这个礼拜就大概到6月多，所以大概是在3个礼拜。6月中，3个礼拜。但是下个礼拜很开心啊，下个礼拜加上明天。这礼拜吧。是这礼拜。对。来，最后一个人，请把考卷送给我。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题本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对。好，请你们把剧本打开。来，同学，来，剧本。剧本，我们上次讲到，同学先翻开剧本哦，看一下剧本。我觉得你们。
们从哪一页开始就没有写好的？45啊，从第一页开始。老师，我就是从第一页开始乱写。来，请问一下，我上次讲到哪一页？49。好，我们看49页。来，请你们先好好的把49页完成，因为蛮多人没完成。完成了。已经完成的请举手。放下，大概三分之二，还有三分之一没完成。请你们先自己完成，然后呢，我大概跟你们说一下。49页。49页，我那时候上课没有讲啊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49有讲啊，你说叫我们标完，然后你说标完再下课。OK， 好，我知道了。所以就是上到这一节，刚好上到这个地方。等一下哦，来，我问你一下，可能是我那个写的不太好了。49页的中间，这一些人到底是段考成绩第一个人几分啊？37。政委第二个人几分？在49页，你没有标志啊？没有标哎，你们没有说上下。好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来，下一个人，37分的下一个人是谁？啊？80，我们习惯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好，5号，下一个人是几分？五号是谁？5号，几分？啊？几分？80分的下一个人几分？没有，就下一个。这个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36分。好，那个你看下一个几分？好。22分的下一个人。69，所以69、28、73、63、130，下一排是不是他们的考试成绩？是啊。所以有几排？2排。因为我看到里面有些人看到上面那一排。下面那排完全不赢啊！那那下面那排到底是哪一班的？今年的我们班。会发挥。所以，然后呢？我有跟你说过怎么画技呢？你要把它当成是什么来画技呢？政治符号，但是你也可以用别的符号，对不对？政治是。对，五条线，然后再重新。对，那我问你一下，你要不要我们做？我再说一次哦，因为有些人没有完成，有些人没有完成。你就这样，对不对？先把这件事情做。哇哦！哎，我没有问过你们一个问题。没有。等一下，我可不可以再加一组这个？可以，目前最高分数只有100。不好的原因是最高分数只有100而已，最高分数只有100而已。可以。来，然后听到我问你哦，你一开始看到这个的下一个号码是8嘛？这个是50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37，后面是有50吗？好，我教你一次哦，我希望你们每个都写对哦。政委除下37分。这一个要放在哪一组？我说我去洗澡。好，他放在哪一组？他放在哪一组？37分以后应该要比如木组放在哪一组？我说洗澡。哪一组？我留下来是37分。那就放在哪一组？37分，37分是在这里，看到吗？4到6。我对他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跟我讲5到6？是因为我少写到5到6。好，我看一下，会流血。37分，因为它是在30几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算这一组，了解吗？政委，要看这边哦。所以我们就问政治计划画技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张票就用掉了，注意听哦。不需要等一下，又有人有问题哦。这张票就画掉了。接下来80贵珠这一个要放在哪一组？80哦，放在80到90的那一组。
他为什么不是放这一组？这一组也有八十啊，是两个都放，可不可以两个都放？要放比较好。可以，那个候选人投票的时候可以这两个。这一张会变什么票？废票。废票。那为什么会选他？不是选他？比较高啊，比较高，升级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把它放上去。所以这一张票已经用掉了，这张票已经用掉了。那下一张票三十六，三十六要给谁呢？三十到四十，所以再画一个。来，那个嘉怡，22要放在哪一个？22要放在哪一个？给我，下面会多掉。少一个二三四啦。少了一个很爱动。少了一个二十掉了。所以这个要放在20到30了。嘉怡69要在哪一个？69要在哪一个？60到70。好，正王俊凯在是88要放在哪一组？要放在哪一组？哪一组你要抢到？50到60啊？他只有八分呢。他想要八分，剩下50到60。好，这个好。那五十呢？来，来位置过来，那个来那个。于飞，50要放在哪一组？于飞，你加油。50到60，好。OK， 接下来自己来。接下来自己把这一页完成，先把那个表格全部写完。这个我们下面要写出来。那你这个都完成了，确定是对的吗？确定是对的，那你就先去说一下。你不要讲话哦。如果你这一页完成了，你就先往下一页。好，老师直接把它完成。黄生没有写零到九，因为它是零到十，它就高了。那是这样哦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其实通常人家在画图的时候，他为了避免那个事很麻烦，所以他就会让零到九，然后就十到十。也是因为有时候老师在改分数嘛，我就会。9.5分，有时候啊，但是这种情况很少。通常我们都会直接就是给你一个整数的分数，不会就是点几分。可是有时候会，这种情况很少，不太多。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话，那你如果写零到九的话，那9.5分就算了。了解意思，那就会写0到10。但是那个十，我们可以在下一个，因为它十，我感觉上面升级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同学，把握时间。他没有把握。你也差不多，这样高的。先把五十页，画完下面的那个长方。过来弄，我这个标。我知道这个，它这个什么鸡翅，这个我不会。反正这个吸收还是红色的。我这个你等一下下面给它弄干净。不要试画什么东西。想画红就是。你看一下这个的折线体怎么画，然后再看一下位置是错的。哦，他们有弄好折线了。不是，你的点的位置是错的。这个是不是零到十？这个是10到10，对，10到20就是零到十，对。是它是0到10，对，0到10是从这条线，它是把它聚集成一个点。可是这个是这一条到0到10，你的目标到不了。这一条是0到10，那这一组如果你要画十万，就是要从这个画上。不能偏太慢，来画吧。对呀、啊，当然了。哦，你了解我意思吗？有这一个就写一呀。他这是不是画错了？哎，你刚写那个画，这个叫画，你这个叫画字。这个画字。你看写了这么多写老师，你看这写人数哦，不是写这个字哦。你还没完成，第一个就来，先一般就统计过的。137分，你不要传统了，你是蛮好的，你超会的。没事，先把这个同学先什么，先什么，不晓得。我就是广告那边。看不起就。各排的组长先帮我写检查，那两排的各排也够，这两排两排。
电话，那他嘞？他不是零用钱吗？就又庆祝别人，我要检查一点，检查这一页，他们不会就协助他们一下，就49页那一页，他们会不会协助一下？他一定不会。现在是这样，他只需要帮资料，我不能拿你的资料，你自然教我。就是奇迹哎。
十天。还要十天使用，对吧？我不会啊。哎，老师。还有下面这一盘，小五。这个老师，两个蔡明安。一样啊，蔡明安叫他有八分唱的秋花，有八分唱的你。对啊，继续。就画画掉，然后成那些。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是同地方，你画画在同一个同一个角度，对，对，对，去画在这里，不是不是。现在呢？就是八分，那八分是在站在这里，所以在画界，画正字画里面画。有些人没有在做事哦。老师，刚才铁教官看我的答案。少一个人。老师他没有证据，他随便诬赖我。而且他是一名教我的。必须。你们有些人没有在做，应该现在在做的事。我有证了，就是一笔。对啊，对啊，没有。没有。他妈一点都没有教我。你看我的。对的。那个两组的组长要帮我做确认，他们是都 OK 的。我这讲答案的，来呀！讲答案呢？这个是代表，这是代表。快些！哎，没有啊，你有没看？这个直接可以。哦，你刚刚还在那边跳啊！一定要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对。有人不要趴着哦。三十到自己往下做，再来这一个，没有你跳什么？右任跟张佑，你们没有在做事呢。自己看自己写。错了。八三哦，所以你们基本上只有少数一两个没有完成，请你要进行第五十页。子敏他也还没完成，你那里还没完成吗？先把四十九页，各组组长先帮我确认，四十九页要先确定 OK。那你已经 OK 的，请你进行五十页。要向赵老师安。我们不知道那个方式。谢谢。对的，那个，刚刚就算太多了。
是你们举本，只有吴昕这一组有收礼物，其他两组为什么没有收礼物？我交给他。然后我收吴昕过来的，其实我检查到有些人没有盯着。你们这两排的，你确定玉人有吴昕有？你确定？你有没有？贵兄你有盯着吗？啊！现在你们只要看举本，我叫你们写的作业是。49到50，然后你们从49写到，老师我没有空白的，不是49，应该是从45，从这个单点开始，从45一直到，这样你写到50、51嘛，对不对？45到51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有去把这个订正做到的，请举手。看你有空位，严少官，你直接放下，因为我不觉得你这里有空位。啊，没有空白，真的真的。有空位了就放了。啊，没有空白。其他那个举手的，我要一个一个检查。其他人现在留在班上写作业，一点不用找我脾气。老师，我要去找组打蛋。你班上不可以去，因为你我的课还没结束。好，我要去讲吗？举手的人现在过来排队。老师，我要去跟教授讲吗？老师，你现在先做你该做的事。啊，教授说我没有去罚站讲。你跑步去一个回来。